登嘉楼一名诊所医生涉嫌售卖假疫苗接种证书，结果被二度严扣住查。另外，玻璃市两名男子涉嫌充当代理人，向囚犯家属收取80000级贿赂监狱官，以便把违禁品带入监狱，而被严扣住查。看一组法庭消息。涉嫌售卖假疫苗接种证书牟利的私人诊所医生，今早被押往马江推事庭申请二度严扣令。推事批准将51岁的嫌犯在严扣两天至这个星期四，以协助调查有关案件。警方上星期六晚上7点多在马江逮捕这名医生，并且充公他的手提电脑、手机及一批文件。根据警方调查所得，嫌犯承认本身是反疫苗者，他从去年9月起以每张400至600令吉的价格售卖接种证书给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。诊所记录显示，迄今已经有1900人前往接种疫苗。警方已经和卫生局联手展开调查，确认购买假接种证书的人士身份。玻璃市州反贪会严扣两名涉嫌充当代理员的男子，他们向囚犯家属收取80000级作为贿赂监狱官，以把违禁品带入监狱。两名嫌犯今早被玻璃市反贪会押往嘉阳法庭申请严扣，推事批准严扣他们6天到16号驻查案件。根据反贪会的消息，两名分别26岁及28岁的嫌犯在星期一下午6点30分前往玻璃市反贪会路口供时被逮捕。反贪会的调查发现，两名嫌犯的银行户头在去年共有多达460次的转账汇款记录，涉及汇金数额高达80000级。反贪会目前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A/B 收受汇款条文调查案件。前关联公司经理涉嫌将50000级工程合约批准给两名儿子，结果父子三人今天被带往新山推事庭申请延扣，直到1月17号。这名前关联公司经理和一名私人公司经理这个月5号遭柔佛反贪会扣留调查涉及50000级的贪污案，隔天获新山推事庭批准延长扣留5天驻查。前关联公司经理昨天和两名分别为28岁和34岁的儿子前往柔州反贪会协助调查时再被扣留，而私人公司经理则获得释放。根据消息指出，61岁的嫌犯是在去年12月在担任关联公司经理任期内，将多个项目交给开设私人公司的两名儿子执行。这三人将在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下接受调查。